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林间妖怪的妹妹林间一文，这是我的第二期 vlog。那么对于第一期 vlog 发出之后，大家有说，建议不要用变音，变声不好听，我在这里解释一下，并不是我用了变声，因为我第一次录 vlog，然后有的时候不知道要讲什么话，然后就会一句话的间隔。空隙特别多，然后如果我不用变音的话，就感觉这个时间会很长。虽然第一个视频本来时间也很长，但是它之前会更长，那可能之前有20多秒吧。那如果我没有快进播放的话，15分钟以外嘛，然后我就传不上那个 YouTube。第一期视频没有什么主题，所以自己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，很乱，也没有录得很好。第二期视频有所改进嘛，时长变短了。哎，既然第一次拍视频，有人给我说时长太长了，那不是我的视频拍得很无聊，但是它本来就很无聊，不无聊我拍视频干嘛？在上一个 vlog 里面，我希望自己的视频是日更，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。我昨天录视频，反反复复录了好几个片段，然后剪视频也花了1个小时以上，整理房间也花了很久。然后我今天刚刚得知下一周要考 midterm 了，真的是刚刚得知，可见自己对学习有多么的不上心。我一直以为下一周只考一门，没有想到下一周要考6门。这一期视频我录的是我在做我们学校的一个小的 assignment。唉，我觉得我真的有必要录一下自己做这个 CDT，好吧？我真是做的是魂都在上面，感觉就是举步维艰，步步为营。唉，小学算术也没学好，还贼粗心，还时不时给你来个微信消息让你回一下，我回完就，哎，我算哪儿了？主要是他有3次机会，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就算对了的话，你就直接到下一题了。你如果第一次算错的话，你在 check 第二次的时候，你就会比划 check 第一次的时候几倍的时间来检查自己有什么问题。当你第二次还错的时候，你就怀疑人生了。我现在就在怀疑人生，我人傻了，我进，因为。VC 减70没有问题，是，对，没毛病，都没问题，等于7没有毛病。这个电流又是正的，我真的人傻了，电流又是正的，7除以3，283，那还有什么式子？哦。我真的是人要傻了，我人没了。VB 就是2，我算这么多，唉，How did I do？太棒了，我把微信的消息提示音关掉了，要不然我永远都做不完这个 CTT。求求了，让孩子把 CTT 做完吧，要不然我一辈子都做不完 CTT 了。我本来脑子就不好使，计算也不好，还写一点回忆的消息，人要傻了要，救救孩子吧，孩子把这6题写完再回消息行吗？行。我咋激动？等于哇，太完美了，下题。这是个啥？上面就只有一根导线，怎么就只有一根导线长这样呢？倒数第二题。我们现在开始写倒数第二题，关掉我的声音，关掉了吗？关掉了。然后，B 两端的电压，VA，等会儿 V，我不是 mute 了吗？mute 一下，我不是 mute 了吗？我刚刚就是，
路的时候，它 VVB 直接没有电压，没有电压。哎呦妈呀，没有电压，没有电压。那个 R， 不对不对不对，对的，我真是天才，我的天，太难了。这个电路太麻烦了，是我这个 assignment 做特别慢，没有时间计划，只有临到写作业之前才会把作业内容看一下啊，边学边写作业。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内容，希望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加评论，我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，好吧？非常感谢各位臭弟弟、臭妹妹们的支持，当然还有。我一些国内的同学翻墙过来看我第一期在油管上的视频，那么以后我能传到 B 站上，我也会同步传到 B 站上的。这个床并不是我没有整理，是因为我今天洗了床单和被套和枕套，所以这个床才是这么乱。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啦。最后提醒，日更变成周更了，可能我下一次更视频的时候会改成月更，拜拜。